整个年轻人学习中国还可以理想的自动调节平衡，锻炼心理，锻炼生理，使得年轻人减少家庭纠纷，使得年轻人理想的延缓衰老的速度。老年人学习中国也有不少的效果，他可以理想的他都能代工画的一些符号，
卖一斤当六百，那买小的，我记得这个店。我那是一些，那你淘过来，新店北京的，卖差不多，卖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新店北京的总店，卖就是七五的玩笑。使人体容易出现特异功能，充分利用自身必要物质的一种练功方法。练到一定时候，有人清讲以后就会出现，有人练上几天一段时间可能出现，就是不吃东西，甚至有人连水都不喝，有人可以喝点水，有人吃一点菜汤，或者少吃一点水果等等，这叫皮肤开天辟地的皮字。皮肤在国内我讲过以后，出现过数百人次，几天、几十天、几百天不吃东西，这种皮肤练功过程，在。至今还有一位小女孩12岁，昨天晚上我还通了长途电话，她现在还没有吃东西，她是几天喝一点水，自来水喝得很少一点，有关的医科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对她进行观察测试监督，身体非常健康，身高长高了，气功深，学习成绩